悠着点哦。哎，露头了，露头就行了。大桥了，大桥了。啊，悠着点。这鱼个大。大家好，今儿咱又来到了杨庄村明河段。上回在这钓过鲢鱼啊，20斤左右的花鲢，过瘾。今天过来看能不能解锁30家的。不过人倒是不少啊。哇塞，大哥挺专业啊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昨天晚上钓到现在，钓通宵这是。你钓那一户是啥鱼啊？鲫鱼。哇，快看，全是3-4两半斤的鲫鱼。钓了这是一户啊，这是。我还是先钓会儿鲢鱼吧，咱们先抽会儿鲢鱼。如果鲢鱼咱钓不着呢，咱也学大哥钓鲫鱼。走，钓呗，走。还坐我原先的位置吧，大哥说了来晚了，这地儿都没了。我来了晚了，我干着了。没地儿了？没地儿了。那我得先收拾一下，这块垃圾太多。来吧，咱先开饵喂鱼。我是专业的，狂鲢。先来少半包。一点我照片还没有照片，都是没有这个的。用那个矿，用那个矿链是说。0607的水，迅速搅拌。矿链。狂鲢，狂鲢，就钓鲢鱼好使。行，搅拌均匀是吧？让它吸水5分钟就可以了。吸水5分钟。对，咱用的还是7米2的杆子，线总的4号大线，拉的是弹簧钩，野钓嘛，用弹簧钩来的比较快一点。水深呢，钓的是4米深。前期还是抽握的啊，抽了个77-49杆，冒泡为止。抽。这个地方呢，原先是一个砖厂，现在就是窑坑。深的地方呢有20米深，像我这地方呢7米2的杆子打直了就7米深，现在钓了有4米深啊。接着抽窝子，有小动作啊。现在是给口就打，前期不管什么口，小鱼不闹，大鱼就来了，来了来了，给口了，我来了，哦，这个还不小，这个不小啊，这个不小不小不小，先把杆子立起来，冲啊冲啊，哇哇，看上看着了看着了，不小不小，画式抱杆法，抱住杆子啊，绝对不能撒手，哎，我现在不敢站起来。得溜一会儿，得溜一会儿，溜一会儿。这个鱼不小啊，特别稳，不来回窜。你看着没，花鲢，大花鲢，哎呦，是不是？我拿那个东西得悠悠。啊，抱住啊，抱住杆子，多溜会儿，给他卸卸力啊。哦，一头小猪。18斤，看这声音，得14-15斤吧，得差不多。哎，别往里扎呀，你回来呀。要不你上来，上来，凯哥。上来，我上。往上走，不行不行，鱼过去了，别拔河了。啊！好不了。啊！啊！扣到了！啊！十来斤儿！十来斤儿！啊！弄套网来！拿套网！上回我就没套嘞，这回叫我动了。上回就是你抄俩哥。哎呀，有缘，没你还不行嘞，抄鱼还得是你呀。我要炸你！悠着点哦。哎，露头了，露头就行了。
搭桥了，搭桥了。啊，悠着点。这鱼个大。你知道。这惨。不光钓鱼，还钓人。有着呢。哎呦，对，把人都钓过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钓来，往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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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不要碰啊！鲢鱼大哥，上来吧啊！我在上面是越使劲儿，你在下边是越疼啊！你越疼，我越使劲儿，我越使劲儿，你是越疼啊！你就乖乖的上来啊！一会儿给你放了，是不是？咱俩合个影，留个纪念，证明我来过啊！你知道，你不要骗我。鱼头汤又拉了，我嘞，我这真是被上来了，他们这么等我带上我嘞，我好几回没弄中，这回弄中了。朋友们，咱四号大线，遛20斤花鲢，帮忙点点赞啊，给它搞上来。咱弄上来看这条鱼有多大，这么多钓手都看着嘞。一会儿给看一下我这国标秤准不准。我现在估摸着啊，遛着感觉有个15-16斤。这有秤，这你有秤啊？有秤，来这练。行，非得上。国标秤不行了。15-16斤啊，我猜的是15-16斤，一会儿上来称一下。1水6，1水6，1水6。你叫个好公斤，你叫个好公斤就散了。那就他往这遛，把他往这遛。你这。春风往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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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出。好。哎，这头别颠，别颠，颠那个网子。头粘过，啊！哎呦，我脚啊，真耐打。来，这不是有10斤，7公斤嘛？七公斤，14斤，16斤，14斤啊！哎，钩了，钩摘了没？掉了，都耐这刀。哎呀，我操，这我猜对吧？14-15斤，啊，国标秤是准的。哎呀，我操！看看照片。来来，入户，咱的户。这几个活鲢多多，上回就钓两个带到根儿的，比几个大呗？比这个大。啊，比几个大。上回比这个大。好好好，行。刚上一条鱼，遛了半天，窝饺子也差不多了，先抽上个七八竿，留留鱼，再补补窝。今儿不会叫我一条开吧？怎么也得搞两条，突破一下。我给你比赛啊，凯哥，从现在开始。行。你拿了一个小棒。哎，中，又中了啊！中了。还不在的，你给他咋比？有的比吗？又一条，第二条。我看这条应该不是很大呀。这条不大吗？感觉不是很大。哎呦，我也不小，哎呀呀，进去了，妈，这条也不小。我操，狂练模式中啊！哎，活不了，活不了。第二条，我这个也不小。哎呦我天！快爆杆了，凯哥！爆杆不存在啊！这个大，霸王汉，拔他！这个大。能感觉出来这个大？这个大。我感觉这个不大。你看这个摆头，应该这个大。咱等上露个脸儿，哎呀，顶！慢慢溜，这鱼大。慢慢溜。哎，我感觉差不多了。呀，有了都有。呜，比刚才那条大一点。啊？比刚才稍大一点。现在一吨儿呗。一公一母。搭桥的。哎，你俩不是两口子？你又弄这点儿。两口子。你说第一条上面是母的，公里半的，这个太大了，操！我操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我劲儿不小，这个大，可不要碰了，那一碰就我了。哎，一撤一翻，先拿我脚头出脚杆，你12点钟吧，正好。叫我好事，你叫我张嘴，叫我张嘴。出水流。哎，不对，哎。出水流。OK。完熊了。OK。好。晚。OK。炒鱼还得你呀，哥，这个比这大点。我操。这个估计有15多斤，16斤。16斤。
十五六斤了，多个一斤个。这个是公的，刚才是老公的，公的都长得肥，公的长得肥。我看几个刀，几个刀，来，几个刀。我操！我脚，这个比刚才大啊，掂着也沉一点，嗯，大概十六七斤的样子。入户吧，入户。我的妈！这个牛奶里边还是小，不一堆儿。哎呀，这一堆儿叫你堆着大。你看这两条，哎呀，不是一个级别啊。这第二个大，走。再来一个啊！再来。那我加把劲儿啊！再来一个。再来六个。再来六个。不是这个大哥准备收拾东西回去啊，这一重鱼走不动了。哎呀，这一口，看着钓也过瘾。哎呀，你这样吧，我不是给你说，我一天在这跑两道，一天在这跑两道，来有四五天没见这钓着东西，你搁这钓着了，不好好看看。你这样哥，我再上一条给你遛行不？跑了没事，随便遛。过瘾啊！